没错，要为我们带来呢精彩的魔术表演。是的，魔术表演呢也可以算是在我们的综合表演当中，比较常在街头上面看到街头艺人的演出。对，对。可是我觉得在街头看到魔术表演很特别，因为呢不像是在电视上面看，你看不到他们这些手法，等于很破绽是吗？对，等于要很近距离的来欣赏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街头艺术的魔术呢很厉害。对，因为他们必须要就很多群众包围着他，有可能是你知道四面八方都有人，对，但是你还是要能够变出让你看不出破绽的魔术，就很厉害啦。对，所以呢，大家等一下就要来欣赏到这样厉害的魔术啦。对，而且通常很多魔术表演当中都会跟，比如说在场看这个表演的群众啊，做一些互动。对，就是你可能会是魔术的其中一环。对，用互动的方式呢，来把它融入在表演里面。那待会呢，如果我们台上的表演者下去跟大家互动的话呢，请各位拿出你们的热情来。没错，那今天其实有很多的民众呢都有参与我们的表演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大家等一下也可以期待一下。如果你很想要参与的话，也不要忘记举手，自告奋勇也是没有问题的哦。然后也别忘记要投票，也很重要。对于你们的投的票呢，其实也关乎到我们今天呢整个总决赛的最后整体的一个分数。对，你们的投票呢是占整体分数20%，所以也别忘了把你的票呢的贴纸呢要贴给你所喜欢的街头艺人，好吗？没错，还没拿到票的朋友呢，一定要记得去按赞我们的中立学公所粉丝专页啦。好，接下来请大家热烈掌声欢迎潘兆琪带来的魔术表演。
奇魔术师，实在是太厉害了，真的不得不说，不要说你们没看出破绽了，连我们两个站在旁边的主持人都没有看出破绽，然后一直在问说，天哪，他的鸟藏在哪边呢、啊？对，一开始是好奇鸟，后来是好奇那个人怎么会在那里、啊。对，因为今天风比较大，所以、对难度挑战蛮大，对，难度变高一点点，对不 对？所以你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你的鸟藏哪里吗？我吗？变出来的。是 magic。我以为你要拉拉链。没有。现在还有吗？没了。好，再一次自我介绍，我是来自澳门的魔术师，我叫潘兆奇。好，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表演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谢谢。太精彩了，而且呢，最后出来的那个女生好美哦。对啊，刚刚想问你觉得，刚刚那位魔术师的颜值怎么样？哦，我也给十分。是不 是？你看，我就知道你一直在关注这一点，本来想替你谋福利的，但是他很急的下台。对啊，没有这个，我等一下会再跟他留电话。我今天会不会要留的电话太多？太多留电话了，你确定你的手机来得及记下这么多电话吗？通讯录不够放。好，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来自潘兆奇的魔术表演，真的相当的精彩。没错，那接下来呢，要为大家带来演出的是我们的编号第五号的表演者，他呢叫做小绿人，是他的名字叫做张博维。那，所以你确定要把这个扑克牌出？